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95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赛博坦制的花豹，或者叫做黄豹勇士。这个玩具的话呢，不容易买到，在台湾的反斗城至少我是从来没看过。然后呢，借我们这款玩具分享的朋友呢，他的话呢是直接请这个卖家呢直接发到我这里来，然后他的一个外包上面呢还有。套了一个这个 Target 的一个包装透明袋啊，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这个限定的一个通贩啊，限定贩售的一个版本，然后确实也是做得还可以，造型很帅啊。那么它有一些配件啊，有一对刀、一对爪，还有一个虎头，不对，它是豹，应该是豹头的面具。那我们的话呢，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态。首先这个头雕啊，真的好看啊。然后整个一个线条就非常美式卡通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看。那翻到背后就不免出现了官方认证的制冰盒一样的一个空洞啊。那后面这个尾巴是可以动的，我们习惯是把它往后面推一下好了啊。那么细节可以看到，因为是动画版本啊，所以也没有非常过多的刻画啊，大多数都是很平面的。那身上的斑纹呐，什么这些分配来说，还是比较恰到好处啊。整体看起来呢，还是比较协调的。那么它一个小毛病啊，脚后跟的话呢，总觉得就是支撑力度稍微小了一点，你就变站的时候，你要稍微就，哎，对，你看我现在站的，你把脚整个打直，它很容易往后倒啊，变成说有时候我们要稍微的呢，利用它变形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形机制啊，把这个脚的话呢稍微屈一下，可能站立性会比较好一些。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啊，这是绿色透明件上了黄漆的。一个在兽形下的一个面具，当然这个面具的话呢，按照它说明书的一个放法的话呢，它是可以扣在这里，而且是要反过来扣啊，从这个地方将它给扣下去啊，变成是一面盾牌。那反过来拿，我觉得也有点意思啊。你如果正面拿的话呢，反正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看。那这个爪子的话呢，我初拿到的时候呢，我想说，哦，这个应该是可以把它扣在这个手上的，但是呢，扣来讲的话，其实是扣的。不是很紧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扣在这里的，它是松的，扣不住的。那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的话呢，它是要扣在上方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但是呢，这个扣法呢，我觉得吧，你扣上了这个爪子的话呢，其实对它人物的造型呢，我反而觉得没有很好看，因为不是很协调吧。可能它这个绿色呢，实在是太鲜艳了。然后这个绿色呢，也感觉好像跟它这个本体感觉没有很搭吧，我个人没有很喜欢。那最严重的是，它会强烈的限制到它的一个可动啊，在掰的时候呢，在可玩度上是会有一个减弱的。然后武器也是绿色透明件上了一个黄漆，做了一些点缀啊，武器就比较好看一点，那是一个类似于是弯刀啊的一个形象。那跟这个家伙的配色，我觉得有搭。那这武器。我觉得就有点好看了啊。那么整个玩具的可动的话呢，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我捏的这个头冠啊是可以做一个很多方向的转动的。这个领口啊，这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其实是豹形态下的颈部，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看的。然后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360度的转动没问题，但是这一块呢是严重的会影响到，头肌可以转动啊，拳头可以往内缩，那么手肘大概90度啊，腰身可以转动。那尾巴的话呢，请尽量往后摆啊，不要太嚣张。前方并没有需要用到你的地方，膝盖弯到约90度，然后接地的话呢也是有的，只是幅度不是很大。那变形的需要呢，它多了一个这个关节。那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它的人形呢还是在于它一个强烈的美式卡通的一个人物的一个造型线条啊，还是蛮好看的。那也不容易买到了啊。那么就这样吧啊，可能您要专门去买，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黄豹的变形过程啊，也不算很难了啊，不算很难的。首先，我们把它的这个肚子的这个豹头啊给挑出来，然后身体的话呢是可以拉长的啊，记得我们先把它的身体给拉长啊，拉到最长，再来我们把这个头呢给往上翻上去，这个人形的头呢是稍微往后推一点点，那这个进来的时候呢是，这个脚啊记得把它给放进去，然后它两侧有两个倒钩啊，把它给勾进去。这里的话呢是第一次掰的时候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啊，当然也有人天赋异禀一次就进去了，那我也只能说，这生物的本能挺强啊。然后我们把这个
胸口啊这地方给塞进来。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是把这一个部件给往外翻出去，这个臂甲的部分是往外翻的，然后手肘的话呢就可以弯一个大概是一个特定的角度。那么这个特定的角度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手啊给放进来，我们给放到这里来。这里放进来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哈，这个那这个角度给放进来，这个记得尽量把它给拿出来，然后把这个手臂放进来的时候呢，这里这个地方放进来，它要卡进这个地方啊，这个要卡进这里面去啊，这里对，卡到这里面来。然后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呢？我们把它的上方这个后面这个部分，这里不是有个凸嘛，要放到这个洞里头来，这样翻下来，它是有一个特定的角度，你看这样已经非常接近了啊，再把它顺势的给滑进去。也就是说这个手放下来呢，其实它就是要跟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结合的。那因为它这个手啊，两个手本身跟身体的话呢是没有的结合，它是跟背后这两个零件结合啊，跟背后这两个零件结合，所以这个手放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只能凭一点运气的成分啊，看你能不能刚好把它给扣上。那么到这边就已经算 OK 了啊。那最后这个脚的话就很简单了，就直接的往前放往后放，这个再往下反折啊，就是直接是把脚的话呢往前伸了呀，就这样子摆下来。那我就摆出一个四足可以着地的，主要就是这个地方把它扣上就行了。那我们这一款这个黄豹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就算 OK 了。我们先让它四足着地好了啊，你可以这个手的话呢为了生动一点，你可以让它一前一后。那比较可惜的是它的这个头部啊，只有嘴巴可以打开，它这个头呢是完全是，如果你要变形到位它是完全卡死，没有任何的可动。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兽头的一个造型啊，这个地方我先把它给调整一下。好，到这边，那么头的话就是这个张开，我是觉得这个头其实做的不好看，然后下巴的为什么还要跟这个上面是做一个分色，我个人是比较不能理解啦。那后面的可动就是跟人形的脚是完全一样的，尾巴可以上下动啊，其他就没有其他多余的可动了。那你要把它弄得比较生动一点，完全就是靠前肢的一个摆放。那么前肢的可动也是比较少啊，就这里跟手肘的地方可以动了。那么它的几个配件里头呢我要特别说一下，是这个豹头的部分呢是特别不好装上去的啊。看起来的话呢应该是很容易啊，这个沟槽呢从耳朵卡进去，然后配合上方这个凸啊，应该是要能够很轻易的卡进去的。但实际上的话呢你可能还是需要练习一下啊。我的建议吧就是呢，把这个头的话呢是底到底的情况下，你是直接从前方往这里直接压进来就可以了啊。我一开始的时候呢以为呢这个凸呢要去勾后面这里啊所以的话呢一直卡整个都卡不进去啊，就蛮一开始还蛮蠢的，跟各位提一下。然后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兽爪的话是安插在一开始人形状态下的在背后的小翅膀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有一个凹槽，然后内部是有一个凸的啊，从这个地方将它给扣上去。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兽爪。那上方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它是以这个形状，然后这里有一个凸啊，我们去扣在这个肩膀内部。但是呢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鸡肋啊，第一它不是很好扣，因为你在扣的时候呢你这个手的部分呢你会受到一个限制，再来就是它还是一样啊，你在把玩的时候你还是去卡到了啊。所以这个这款玩具的话呢就是这个配件的部分呢在人形的时候是这两个东西不好放，那兽形的时候是这两个东西不好放。当然这些都是小毛病啊，并不是非常大的一个缺点。那整个兽形下就是屁股是这样，是整个是抬高的为了要把这个地方给放进去的话，好像也只能这么变了吧啊。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这是一款不容易买到的算是限定通路的玩具。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